仲記得當時11歲嘅時候咧，膽粗粗去咗參加超級巨星喎。咁唔經唔覺咧，而家已經20歲啦喎。除咗一樣熱愛唱歌之外咧，咁而家多咗咧就係一份真摯自然嘅美，就好似間色美容一樣崇尚天然美，無添加都可以靚上加靚啊！想要一把动人的歌声是需要长时间练习唱歌的。同样地，间色美容由韩国独家传授小颜美学，以一双巧手就可以将面部轮廓线条出翻晒嚟噶啦。左右面 balance 翻之余，仲可以帮助改善下巴歪或者面骨过大的问题。咁啱啱咧試咗呢個小顏骨器咧，整體嚟講我都係非常之滿意，因為咧過程中咧美容師雖然會用力去幫我按嗰啲面骨啦，但係佢知道我痛嘅時候咧，佢都會盡量因應翻我嘅接受程度去幫我按。咁俾大家睇下嗰個效果先啦。咁係做之前咧，好明顯睇到咧，我下巴咧呢個位係歪咗去呢邊嘅，因為我細細個其實都發生過意外啦。咁其實係咯，呢個位會斜咗，大家見到。咁咧做完之後咧，都好明顯地睇到咧，兩邊咧係平衡翻好多咯，即係呢個位起碼冇咁斜先咯。所以做一次已經有咁嘅效果咧，我真係非常之滿意。讲你知啊，间色美容是全港唯一一间得到韩国骨体协会认证的徒手整形中心嚟噶。呢度咁多面模，做前印一印，做完再印一印，再做比较咧，就知道小颜骨器的效果真系好明显噶。等我入去睇下先。原来除了小颜骨器之外，这里还提供骨器丰胸、美腿和骨盆修型的哦。无论天生 O 型脚，定是坐姿不好影响了骨骼的你，都很适合这个疗程的。你这么后生，皮肤又这么好，还想得搞那么多东西啊？ No, 那你就错了。想轮廓和肌肤保持着最好的状态，不是等你延期它才开始处理的。想紧致肌肤的话，就要留意 Part 2的俯拍美肌了。以天然的俯拍石是眼、面、颈位置进行按摩，就可以即时 relax 和加倍紧致的。皮肤 keep 住保养才是王道嘛。想改善包包面、咀嚼肌肥大、双下巴、皱纹，记得快啲预约啦！